希望就是在明天咯。 In Chinese culture practice, they are mainly known as using incense dragon drumstick for ritual worship on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birthday of various heavenly deities. However, this practice is slowly fading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But Mr. Tan is still very persistent and passionate to make it even though he faces a lot of problems.我的名字叫陈振兴，今年54岁。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40年了。我们做就是龙香，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华人啊拜拜的龙香哦。为什么这个龙香这个行业对华人很重要？OK，这个龙香哦，我们就是说以前我们传下来的，就是我们。 华人的中华文化，我们的孩子也有来尝试过，他们也是有看到我们呢，做到这样辛苦啊，又早出晚归啊，送货的时候啊，这样他们就看到就是，怕了这样辛苦的工作，他们就没有信心哦，所以说就没有人要接下去哦。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salary is inconsistent. The uncle has said work experience affects salary. For example, when newcomers enter the industry, they will get less salary. Secondly, there will be more business when various Chinese celebrations are approaching.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low tide of the year, the business will decrease a lot. Salaries will also be reduced. Thirdly,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has also made many places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the demand for dragon drumstick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有的人是适合做这个行业，有的人不适合。我有一个员工，有一个这边做差不多也是有40年了的。之前呢，他也是有尝试过去外面做过工，做了哦，他也是不适合外面的工作。 然后他还是回来做回他的这个行业，这个龙香的行业。我叫阿华，现在40多岁了，和老板叫我进来这边做咯，看看了我们就学这个龙香哦，创意就这个龙香慢慢学起来哦。画，啊，可以要8仙啦，都是我画的咯。一只龙香啊，差不多有33个步骤。 所以说啊，他们就没有这个耐心，所以说我们做这个龙香哦，要有耐心才可以做出来，才可以做到美啦。那个龙，比如说 OK， 我们做出来了，我们不是说就是这样算了，我们还要调它，要给它比较灵活，比较威猛啊，就是这样哦。所以说他们就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学习，他们就不能做下去哦。Is the technology being able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king dragon drumstick? 科技不能代替龙香的东西，不能代替全部啦，可能可以代替一小部分，但是还是需要手工来做，比较完美。 The technology is advanced in these days. However, Uncle Tan said that the technology is only able to replace few parts of the making process, which is the dragon leg, the painting skill,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raw materials of dragon drumstick. 我们这边呢有媒体来拍摄，还有 Astro 啊也有来拍过。 NTV7 的华语新闻也有来报道过，差不多是每一年都有来啊，那个新闻界的啦。还有就是由学生团来啊，拉曼大学的学生也有来，就是拉曼学生哦，他们也是有来，好像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啊，那学生。
就是学生也有体验，他们说要体验一下，有的来体验4个小时，有的来体验6个小时，还有就是有教学生的学生团来，我们有给他们做一点手工的，我们就是也我们也希望媒体多一点来，拍我们的香肠给宣传出去，给多一点。 Does the making of dragon drumstick us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ffect you? 制造龙香哦，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其实我们做工的时候也是很享受的。然后这个龙香的原料呢，它的香料啊、香粉啊，都是天然的。 没有用化学原料，所以说我们近距离啊这样多年了啦，30多40年了还是没有什么毛病，没有出什么问题。OK，我们这个行业哦，我们就是尽量，我们看能做多久就是做多久。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它很奥妙的，奥妙就是里面是在什么东西，就是说哦。 一定有人可以传下去的，到我们可能最我们觉得是最后了，到时候他自然有人会来接下去的，所以说和以前我们也是看哇，可能到夕阳了，可能啊、再做几年不能做了，但是还是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好像那个神明自动会去找人来做这样，真的这个是很奥妙的嘞。 我们有感觉到是这样了，好像这边的工人，有的他去外面做工，做了很多也是倒回来，有时候到那个神诞的季节，他们又倒回来帮忙。我们在赶工的时候哦，啊，他们又倒回来帮一两个月，啊，他们又出去外面。我对这个行业呢，我就是希望说年轻的人。 多来参观，多来了解这个龙香的起发的起源是怎么样做，多来看，多来参观，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是我们的中华文化，我希望说可以，永久的传下去，不要说是，失传道啊或是什么，尽量我们就大家合作来推广它。